在司机师傅的精细操纵下，他将完成华丽的逆袭，他将展现不为人知的绝技，他将震撼你的眼球，超乎你的想象。精准摆放，惊险悬挂，稳定投篮，急速绕桩，还有终极香槟塔。面对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司机师傅们能否挑战成功呢？敬请关注叉车传奇。他们是全国最顶尖的劳动者，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未被发现的技能达人。二一棍，漂亮！你是否想改变你的命运？报名吧，在这里证明自己。今天呢，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回顾精彩的叉车比赛。叉车啊，我们都知道啊，不就是搬运货物的这个车辆吗？开叉车能有什么奇绝的技能呢？哎，您还别小看了这些叉车司机，今天的节目中所有的比赛项目都会让您大开眼界。让我们先来看看叉车奇绝技能之一，稳定。叉车应用中对马方物体的准确性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司机完成最精准的定位。本关台球将考验他们定位能力的极限。一二开始啊，三号选手是在我们这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戴着安全帽的，随时随地啊，安全第一。这绝对是细活，好，现在呢蓝色球已经挑起来了，关键看放上去成不成功。因为本身这个线它就有弹力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球的稳定很重要，得掌握住重心。这个关键就看选手啊，他是等待球停止运动呢，还是借助下面的螺钉啊，让球停止它的运动。好，是接触上了，但是稳不稳呢？现在哎，应该是可以了，因为线已经完全松弛了。实际上现在球好的，这一个蓝色球非常平稳的摆放上去了。现在用时呢是2分18秒左右。我们再来看啊，看他这会儿选择几号球，选择13号球。好啊，这个球是拿起来了，关键现在看放的怎么样。因为它并不是直接接触啊，所以你这个手上就没有手感。说实话，要是让手上挑着这么一个台球放上去，可能更加容易一些。好，好，好，这个13号球呢也已经放上了，关键就是脱离的时候，哎，脱离也很顺利。好，我们3号许少成啊，真是感觉少年老成。好，放住 OK。 最后这一下千万小心，看他敢不敢往后拉，还是要再放低一点。你看每个选手的比赛时候，他是有认真的感觉。OK， 好，用时6分15啊，选手准备，一、二，开始。我们现在看到4号选手已经成功的挑起了第一个球，下面就看放置的怎么样。放上了，哎，但是放的不太稳啊，重心有点不太对。哎，等球自然停稳，好的，第一个基本成功，就看退绳套的这一下啊，不要产生过大的力，把球给带下来。我感觉我们的这些叉车选手啊，都可以去进行排爆的训练啊，就是拆除炸弹，因为拆除炸弹有的时候是非常精细的啊。剪蓝线还是剪红线啊？
到底是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当中怎么去操纵它的机械。哎，好，非常好，非常好，用时1分52。现在看第二个球，往上，好，这一关呢我就是要抢时间，只有把时间抢回来我才能赢。没得住，好的，没去停靠了。好，第二个球现在是3分35啊，如果照这个速度看的话，的确有可能会比我们的3号选手许绍成更快一些。第3个球，13号球，那放第3个球的时候呢，心态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有一点点着急。求稳是第一位，4号选手张琳已经很稳的把他的第3个球放到了罗钉上，现在是他最后一步追求了。 OK， 完成，5分30，的确很快。接下来选手呢将用叉车把香槟的酒杯一层一层的给它摞起来，垒成一座香槟塔，这有点像婚礼上的香槟塔。不过我可没听说过谁家的婚礼香槟塔是用叉车叠起来的，您可别不信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奇绝稳定之互助香槟塔。叉车司机需要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面对任何复杂情况时都能从容应对。下面这一关比赛，只有心理素质最好、默契度最佳的搭档才能顺利胜出。首先是倒酒的过程，1、2，开始。好，这个酒倒得非常顺利。我们要求啊，这个酒啊必须要倒够数量，否则的话无法没过杯子底沿的话，那么就算失误啊，还得再重新加酒。当然呢，这有不同的战术，有的选手呢是这样选择，倒一次酒加一次杯子。其实呢，这个时候有没有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呢？电视机前的您啊，那就是说让张琳师傅呢先把酒杯举起，然后呢让张永浩师傅先倒上酒再往下放，那么也许呢那也是一个方法。这两个平衡重叉车呢都是载重2.5吨的，这个放的太完美了，太平了啊。好，现在已经是第5层，该第6层了。好啊，现在该第7层了啊！塔基座的第2层呢，出现了一些倾斜。好啊，第7层的酒也倒满了，现在就看等待第8层的杯子了。杯口呢，并不是很齐。这也给选手的摆放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现在这个塔就像是一个人的脊柱一样啊，出现了脊柱弯曲。慢一点，流量小一点，停，倒一下。张师傅说往前走，他说是上前走，往后走他说上后走。
确实是不容易，现在张永浩已经要求呢给他加酒了。因为我们知道啊，你往这个酒啊使劲稍微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往外冲，可能就会把塔给冲倒，而你要是过小呢，哎，可能啊你又控制不住这个流的方向和高度。到了这一层之后，是不是应该先把酒倒上，先把酒杯里倒上酒，再把酒杯装着酒的酒杯慢慢的放下来。好的，这个酒倒的太技术了，缓缓的倒下来。着急呀、啊、看别人做的时候啊，这些选手之间都替对方着急。好，现在是九个杯子，九层，这是要加到第十层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层啊，都第十个了。我想我们的对手不可能拿这么高，我们一定会赢。我们的选手正在准备十一层塔。该第十一层了。首先，因为这个基座呢是牢牢地粘在玻璃板上的，就保证了它的基础的牢固。再有呢，啊，那么杯子与杯子之间的接触面呢，它并不是一个小点，而是呢一片成一个圈的状态。另外呢，加的这些酒液啊，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第一个酒杯顺利的放入，码好了第一个酒杯，然后但是这是第二层 OK 了。杯子放进去了，稍稍的往我的左侧有倾斜了。看门师傅倒酒倒怎么样了？这样一来呢，给门师傅倒酒呢提出点难度来，因为你已经往这边，往这边倾斜。好了。这个酒的劲儿呢，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有可能把它酒杯冲出去。完成的很好。很好，很好。这样行吗？好，不行了，再来点。啊，我们发现呢，这个酒啊，其实啊，当你力量不足够大的时候，这个酒啊，它会顺着瓶口呢，慢慢的往下流，就给它起到了一个引流的作用。这样呢，刚才张建军发现了这一点，借助这一个，把这瓶，把这个杯子给倒满了。
门师傅的策略呢是要把杯子先降下来。这时候就考验两个选手的配合能力了，双方之间的完全信任啊。这时候的战术运用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首先把所有的酒杯都倒上酒，然后让把车头甩过来，踏踏实实贴在这个台这儿，等着啊别的选手来放。好的，好，现在正在放第九个杯子。人跟人之间的协作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两个人的平时生活当中啊，爱好也好啊，生活方式也好，完全不同，但是在工作当中呢，也是需要磨合的，也是需要配合的。任何工作它都需要一个大家的合作，包括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方式，比如说一辆汽车，也许发动机是中国造的，而车身呢是日本造的，但是呢相关的技术却是美国提供的等等，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十个，马上就要平前面两位选手的记录了。好，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张建军的表情真的很有意思，始终张着嘴。张建军，你立功的机会到了。好的，11个马放成功，11个。刚才我们考验了叉车驾驶员技能的稳定性，接下来考验的是叉车奇绝技能之二，精准。下面这一项的挑战呢，选手将在悬空的玻璃板用叉车切萝卜，玻璃会不会破碎，萝卜能不能被切断，请看奇绝精准之叉车神刀。一个熟练的叉车司机，无论是取货还是马货，要做到万无一失，必须在掌握好入叉的位置的同时，又能控制好落叉的幅度。在下面的项目中，选手将会在刀刃上展开一场巅峰对决。1、2，开始。哎，这个平时我们家里切萝卜，您都得拿着菜刀啊，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呢再一点点切。不过呢，一般照常理说呢，你得先掐头去尾，只取中间这一段。张师傅一看就经常在家里做饭呢。好啊，张师傅呢先把这个萝卜尾巴啊先给切掉。现在下第二刀啊，这萝卜被切的时候，张师傅干嘛？哎，这刀好啊，这刀好，一刀就斩断了萝卜脑袋啊！大马金刀张一良，张师傅，这算一块啊。好，哎，这一刀下去呢，还是很完整的给分开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刀怎么样。哎，也是切开了。哎，好。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很薄很薄啊，很薄。哎，这好，大师傅要天天这么做饭的话，那还不把吃饭的给急死。哎，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的乐趣所在，让大家看看呢，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
叉车的一些用法。谁拿叉车？切过萝卜，黄瓜。哎，这好，这好，好，再来一个啊！张师傅注意时间了啊，注意时间。哎，好，这是一刀。您还剩15秒的时间。10 9 8 7 6 5 4 3 2 1，停。好啊，那我们看到大大小小、薄薄厚厚，我们的一号张师傅呢，切出了是12个萝卜片和块啊。好，现在马上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门立春。一、二，开始。哎，我们的刀非常的锋利。哦，门师傅先切萝卜缨子这一头啊，把这头先切掉。哎，好，切掉。这刀事先应该先拿水啊浇一下。好啊，有一片下来，接着来，接着来。我看啊，我们这个玻璃板啊是一个3厘的玻璃板啊，也就是说呢很薄。这个时候呢，选手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他的刀啊不敢使劲的往下走，切出来都跟缩衣黄瓜似的，有时候因为啊这个力量掌握不好，这玻璃板就咔嚓一下碎了。然后那时候案板碎了，您到哪儿切萝卜去呢？所以说这个下力的时候还得考虑到这个玻璃板的承受能力。门师傅肯定没事在单位就帮厨。切了几刀之后啊，掌握了这个玻璃的承受能力这个感觉了，哎，下刀呢就比刚才要狠一些了。哎，对他，哎，对付对付他，做点精加工，玩点细活，不要谦虚啊。门师傅，您还有大概30秒的时间。您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20秒了。10 9 8 7 6 5 4 3 2 1，零。OK， 萝卜它都是一样的啊，但是门师傅呢切出了20块多的成绩。咱们看完了玻璃上切萝卜，咱们再来看看更精准的奇绝的技艺，就是鱼线上挂啤酒瓶。咱们平时都见过啤酒瓶，那瓶口的那个瓶盖的边沿也就1毫米左右。用这样的一台搬货物的大车，能把这小小的瓶子挂到一根细细的鱼线上吗？来看看奇绝精准之鱼线挂瓶。步行式电动叉车，俗称电牛，常作为短距离搬运、堆垛工具，用在生产车间、仓库以及超市等场所。虽然结构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它的性能和稳定性却丝毫不弱。在下面的比赛中，两组选手将用它来进行技巧对决。首先是张永浩，我们来看一看张永浩能不能顺利把啤酒用电牛给它挑起来。已经拿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要求的是用这个钢尺呢带起一瓶啤酒，然后往前走，走到这个位置，挂到这辆叉车中间悬着的这根鱼线上。那么我们的获胜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选手把瓶子挂上去之后，3个瓶子都挂满了，哎，就算计时结束，看哪一个组用时最短。那么张永浩呢是越来越接近这根挂瓶子的绳子了，等待这个啤酒瓶啊运动的幅度能够小一点，摆动能够小一点。这比前两天的比赛难在哪儿呢？前两天比赛啊，你挂的时候，无论是绳子也好，还是钢签也好呢，它本身都是硬的、刚性的，它做的形变呢是非常小。但是呢，现在这一根尼龙绳呢，它的形变、弹性形变呢是幅度比较大的，顺利脱离。第一瓶啤酒挂上，时间是4分20。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位选手张宁。张宁是一位慢性子选手啊，也许是张师傅把这个量控制得非常的严谨，因此呢就为下一步的挂到绳子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酒瓶子晃动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能不能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晃动呢变成一种优势，也就是说借助晃动时候酒瓶特殊的姿态，然后呢把酒瓶挂到这个鱼线上。哇，小心弹射出去，这把劲儿要吃准了。第一瓶啊，由张永浩挂上的这瓶已经被挤掉了，好，脱离成功。张永浩接着来，好，还要再做进一步精细的调整才能完全到位，脱离成功。好，现在看张玲的怎么样，绳子呢和瓶子之间是在碰与不碰之间。那来看一看张永浩能否顺利的把这一瓶挂到中间的位置。那么第一次呢，瓶子到了中间的位置也是由他完成的，位置基本对，现在就需要上下调整。张永浩的战术非常正确，为了避免啊旁边也就是他左手的这个插脚呢撞击到最靠近我的这瓶啤酒，所以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战术。准备准备准备了，看一看当尺子脱离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OK， 脱离成功，一二开始计时。跟其他的几位选手比起来呢，张建军的脸上是透着一脸的稚气啊，从心理战的角度讲，心理状态也许没有我们其他的那么稳定，如果用太极的方法走或者用八卦走圈的方法走可能就更顺畅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门立春门师傅去挂啤酒瓶，因此我们的计时也没有停止，门师傅同样非常稳健。而且我觉得呢，戴了帽子之后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遮挡从上方下来的阳光，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虚光啊。我们知道有些闪闪发光的物体，比如金属丝或者是这种鱼线，哎，它可能都会产生虚光。对，张建军可以过来看一看，但是看的时候手中不要有误操作，顺手再按动哪个电钮，留神。对，搞不好的话这一局的希望就得寄托在门师傅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相信张建军啊，应该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发挥出他的特长，进行观察。好，说实话这个比赛挺危险，我老担心呢这个啤酒瓶会像炮弹一样射出去。 OK， 成功脱离。我们决定现在不给张建军增添任何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了，从现在开始我停止说话。这心里的就砰砰直跳，哎，我怕他把这中间一挂，挂上中间那啤酒瓶子，啪嚓，把我这俩就我这俩就等于白挂了，啪掉下来了。好，刚才我们看过了叉车司机的稳定和精准的操作技能，下面我们要来领教叉车奇绝技能的第三项了，速度。啊，我们要让选手的驾驶叉车驰骋篮球场，投篮要快速的判断方向和位置，将是本轮制胜的关键。咱们人打篮球投篮的时候呢，主要靠手臂和手腕的这个动作。我们常说手腕的旋转要轻柔，但是叉车的两根叉管那是硬质的，他打不了弯啊，他怎么投篮呢？
一起来看看其中的绝妙之处。方向、位置感，对一个叉车司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准确判断出方向、距离等基本参数，将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本关，我们将用篮球来考核叉车司机超强的距离感。哎，我们来看一看张建军啊，这第一投会怎么样？叉车怎么能投篮呢？看好了，漂亮！赵红姐准备好了吗 ？OK， 开始比赛。这个篮筐呢，感觉要比我们正常这个篮球的篮筐稍微低一些。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这是靠叉车而不是靠人。失误啊，第一次没有投进，不过没关系，还可以接着进行。哎，很遗憾。好，现在看一看啊，庄杰，这是第二个球拿球，但是呢，第二个球能不能投进去，现在不知道。第一个没有投进去。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很顺利啊，很顺利的投进了。张建军呢是来自河北，我们看着他呢是唯一一个戴眼镜的选手，400多度的近视眼，400度的近视眼啊，投篮啊。刚才呢，我看他在平时休息的时候呢也打打篮球，这个打篮球和拿。哦，一二哦，漂亮，准确落入篮筐。我们来看看这赵红杰的第三个球，但是能不能拿到这一分，看技术的掌握。好，两分。现在是进行了第四个。虽然砸了篮筐，但还依然是落到了这个篮筐当中。来吧，漂亮，基本无受任何阻挡就完成这个球啊。现在呢，赵红杰师傅是4投3中。好，来看看这个怎么样。好像有点大。哎，漂亮，很遗憾。您这个怎么样？哎，太遗憾了，差了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要让叉车司机来一场绕桩竞速赛。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连续的绕桩可是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可是我们这场比赛除了绕桩之外，还要求叉车上拖着一盘香槟的杯子。您绕桩的时候可不能把我们的香槟杯甩出去，这就太难了。保证稳定的情况下，看谁的速度快，这个比赛一定会非常有意思。运输货物是平衡重叉车最重要的用途，也是它的强项，因为它是平稳性最好的叉车之一。本关将继续使用四轮平衡重叉车来展开两位选手的尖峰对决。一二开始。其实这对张建军来说应该也不难啊，毕竟是在超市里工作的。超市是什么环境？多么复杂啊！人、手推车、小孩还有酒，酒怎么了？这是？这不经夸呀？你说这？没事啊，慢慢来。速度挺快，准备，一、二、三，开始。很好，很平稳。没出现任何问题，啊，甚至酒杯当中的酒都啊基本上没有洒出来。1分31.94，我们所有的奇绝技能将融合在巅峰挑战之中，全面的考察叉车技能的稳准快。巅峰之战，叠起香槟塔。三轮平衡重式叉车能够实现最小的转弯半径，非常适合绕小圈行进，而且平衡性、稳定性也非常出众。接下来的这一关，三轮平衡重式叉车将和选手一起攀登堆垛技巧的巅峰。好，选手准备，一、二、三，开始。好，现在很平稳地拿到了第一个香槟塔啊。这个香槟塔呢，要放到这个塔的座上。这个基座的平衡呢，我们都是用平衡棒找出来的啊，绝对是保证水平啊。其实这一个一个螺啊，我们自己啊，就像有时候在酒吧里面搭积木一样啊，这个一定要搭好每一个基础，不能有过多的偏。过多的如果偏离重心的话，那么可能
对于他后面往上加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啊，危楼高百尺啊，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稍微动一下，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啊，这个塔就会倒下去的。所以我们看啊，七号选手又从远处拿来了他的下一摞香槟塔。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啊，我估计快了，慢慢放，一定要慢点啊，我稍微离远一点，已经开始晃悠了。关键时期这个第三层啊放得偏了一些，就不知道这一层效果如何了。慢慢来啊，七号选手也是站起来看了，都要出事儿，要出事儿。好，还好还好，目前还保持稳定，目前还保持稳定。如果再搁一层的话，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啊，这个塔到第几层的时候会哗一声。好，现在是第七层，第七层，慢慢放，慢慢放。我。现在出现问题了，这个托盘在要倒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七号选手迅速的拖了一下它，但是盘子没有完全的在支架上。不对不对不对，没有带上，没有带上。我估计啊，这个时候来上一只飞虫，一只蚊子往上一站，这个塔可能都会倒掉。现在已然成了比萨斜塔，所以歪。现在是严重的往这边倒了啊，所以说上面一个放呢可能得适当的调整重心啊。这一个非常关键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层，人间奇迹即将诞生。天哪天哪，第八层啊，而且啊，这个第八层的倾斜就让上面的水流下来了，很好看啊。好，该第九层，不知道第九层有没有第八层啊这么顺利。现在你还剩下将近四分钟的时间。好，该第九层，上面这一个可能啊是我们张建军七号选手啊在这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后一次放置。不会吧，这一层居然没有倒。朋友，三分钟第十层，第十层，不着急，我现在觉得我刚才可能太小看你了。好啊，现在上场的呢是八号选手赵宏杰啊，比赛马上开始，准备，一、二、三，开始。
现在托起第一个香槟塔往前运送，很轻松。OK， 第一个完成。赵宏杰真是很稳重啊，已经两层了。放置的刚放下来都不太满意，然后呢还要改变一下，改变一下位置和姿势啊，争取呢是放的特别的稳定啊，重心没有任何的偏移，基础打得很牢，然后再进行下一层的工作。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呢，的确啊摆放得很正。好，再来看看这第四层怎么样。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再看看这一层怎么样。这个车啊，它停止或前进的时候必然会受到惯性的影响，所以说呢位置上啊总是你需要精心的细细的调整。好，再来第五层，这个绝对是考验选手的耐性。也许头两个做的时候呢可以很慢，但是呢到后来做的时候啊，也许就觉得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心烦意乱了。前几个我放得非常正，我心里有底了，我觉得我能够超过他。形势对我很不利，不能有半点失误，我失误一点这场比赛全完了。情形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现在码起了五层，桌面上呢只剩下四个，哎，所以说呢你必须保证剩下的四个全部平稳的放上，其实还有平局的机会，关键呢就看于它后面几个码放的速度以及准确性怎么样。码放它的第七层了啊，看看它的第七层码放效果怎么样。这个呢是一个木质的托板，那么木质的托板相对于玻璃质呢可能就会更难，因为木质的托板呢留神呐、怎么让人感觉到那么悬呢？现在塔呢也是出现了比萨斜塔的情况，那么会不会倒就要看下一个的摆放。这比赛的传奇记录已经诞生了，九层香槟塔呀，这是一个令人叫绝的成绩。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认为也是叉车驾驶的高人，认为自己可以垒得比他们更高，那就来挑战呢，超越记录，超越自己，来吧，做自己的英雄。永州产异蛇，他们是最有自信的养蛇人，在毒蛇的周旋中他们险象环生。斗蛇，听它的声音。驱蛇，这个走路很漂亮。哎呦，刚才赶了半天浪费了。取蛇毒，他的头会360度的旋转，一定要拿住了按住了，为梦想而战，为百万人心而战。